帮我打个蛋好不好？ 小心烫伤的，之前没有烫是可以的。 有需要的话，直接到我们家去点哈。好，有需要再点的话，再点左右没关系，再点餐就要帮你们做啊哈。对啊，哎，应该。
你怎么那么晕倒啊？对，我们都是一国的。 边走边吃嘛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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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走边